저희 신발이랑 티랑 스타일을 맞췄고요. 색깔을 맞추고 그다음에 청청 패션으로 네, 맞췄습니다. 워낙 잘생기셔가지고 무슨 입을 입어도 다 잘 어울리십니다. 금색 목걸이와 금색 팔찌로 포인트를 줬는데요. 还有前面的项链和手链，这个披露是多少钱？项链是最后一款的，会有。在选衣服的时候，先选帽子，根据帽子来搭配整套的衣服，然后上面是牛仔，下面是牛仔，然后就配合了红色跟黄色。 首先是用颜色搭配来搭配。那另外一对呢？要不要讲一下你们穿搭？新的，鞋子，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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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鞋。情侣鞋。没错。这样。下面要怎么介绍给我去了？是这位帅哥的整体的感觉是比较干净利落。帅哥的球拍。因为我说他比较喜欢高斯文，然后所以按照那种风格的镜头打。그리고여기금목걸이는이제포인트로이제힙하고좋아하기때문에하나포인트를줘요他喜欢鲜亮的音乐风格，所以项链是那种风格的，所以这项链是亮点。最重要的是他长得帅，他长得很帅。好，那现在呢，你们有没有要拉票一下，跟观众拉票过来？观众，对对，各位的老朋友，可以秀一下，再秀个。好，欢迎你们。아저희창공이가애교를너무와애교하면창공이죠네네아예가운데로예애교하면저희맞춤도치지않죠우리용만한도치지않아요우리가지마그럼저희부터시작하겠습니다자시작합니다